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大家晚安。哇，现在晚上11点多，居然就开始。今天要来玩僵尸毁灭工程，然后我们这一次啊，要去山行仓库那边探一下。那路上还可以顺便到邮局那边找一下书，毕竟上次我们虽然说去了图书馆跟书店，可是还是有很多书没有拿到啦。所以今天呢，就是要去那个地方。那我们这一次啊，就是除了沃雷卡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玩家会跟我们一起旅行。好，那我们就马上出发吧。好，你要怎么称呼？喵，好，那喵，就是我们的新成员喵。阿喵，阿喵吗？还是喵？他看到随你的便。微信没有喂？哦，好，那我一下维持。谁的圆筒包没拿？咦，洗完了。先不理他。走走走，走喽！我们耶，要我的用衣服走洗的干去，净还了。是要那个搭车？开车去吗？好，都可以啊。诶，哦，有僵尸。啊，对，我是带了一个，带着腰带。OK，准备好了。这是警察的安全那个帽子啊，哦，这是在军营那边找到的，好像是比军较官的帽帅。子，蛮好看的，就戴了。对啊，我的帽子是工地安全帽。哎 欸，哦，上车。上车。好，我在准备上车了，已上车。观众说：“请问这是可以加入一起游玩的吗？可以加入我的 DC 群组，然后跟沃雷卡申请这个伺服器哦。我的 DC 群组好在……友嘛，我加好友才能一起玩。对对，影片资讯栏里面。诶，为什么没有音乐啊？我好像忘记开将会的音乐。等一下下车的时候，如果很多僵尸，就记得跑那个逃命哦，好，往不要回硬家跑，跑吗？还是？就是往回跑。那现在车上的时候，先写一下我的日志，把我的这日里志还不记会有下太来。多僵尸了，等一下反又正开始。就有空就写一写啊。哦。叠起来。哦，对，因为这几天呢，好像霍格华兹《哈利波特》要上市了，我是有点心动，但又想说到底要不要玩。我想说就是看大家的意见，大家会想玩吗？想玩的话就投已经购入。如果说没有很想玩，只想玩姜回的话，就帮我投票一下，因为卡丹是一个选择困难患者。车后面那些清一清，他下车了。尽量在同一个车道清了。好，我这些僵尸走那么慢，明明还因为是现早在还没上。8点。好，喂，对，8点他们就会开始跑了，是不是？阿玛丽，伊加克，等我，等我，我要上车。已上车。那边都是民宅区啊，汉堡店呢？不知道我要后搬面他的垃圾桶，汉堡顺便庄。看一下有没有浣熊僵尸。开始有跑尸了，走开，走开啊！光头，头发好少哦。
我靠！好想把他的招牌搬回家、哦。可爱。对。这里很多番茄酱。你帮我搬那个吧，垃圾桶。哪里？他们的垃圾桶。你说这个吗？对对对。没东西。那垃圾桶是那个游戏里面重量容量最高的垃圾桶，可以装很多东西。我可以顺便带一些番茄酱回家做料理。我正在汉堡全部都发霉。你们拿垃圾桶，我来拿番茄酱。好，垃圾桶好像只有一台，我只看到一台。只看到一个垃圾桶。什么？那么大间只有一个垃圾桶？那么少？有没有装水了？你们？有，我刚刚出门没有装，装完才出来的。嗯。后面有好多烤箱什么的。看看有没有那个油炸锅，应该是有，他们都有卖薯条。柜子都空的，好穷哦。薯条。这里都什么都没有。有哎、欸，有两台。好，哎、欸，这个我是抽油烟机，好重哦。这烤箱搬一台就好了。重量只有15哎、欸。我是这个啦，这个啦，小肉这个。哦。这个是容量最高 的，容量最高的瓦斯炉。嗯。那要螺丝起子才能搬呢、欸。我已经搬了，那要电工三等。我搬不了。我也搬不了，默默的再走出来。哦，我把他的招牌拆走了，带回家。骗子，都是坏掉的食物，真讨人厌。店店已经没有食物了，都坏过。对啊，都坏掉的食物。奇怪，这里是市区了，僵尸是跑哪里去了？啊！吓死！差点被咬到。诶、欸，上车。我上不去没，换个位置。我想说换个位置让你上来，结果反而弄到你位置。好了，上车了。我在找位置上啊，刚刚就上不去，然后再换位置上。固定好，看要坐几号，你们先坐。那。你们要几号？没差，就看看谁走过去哪一边，就另外一边而已啊，没有差。好，哇靠，好多僵尸哦！阿妈，爷爷的，里面还有哎、欸。我们是要进去这间建筑吗？他上车了，走吧。上车了。他上车了，好，上车。小热说：“安安。”黑暗说有，我已经买了数位版，蛮期待的。小乐讲说我的宝可梦珠子弹没打完，还在都在玩僵毁。我活遍音乐好高兴，可是接下来好难，食物都烂掉。那你就可以想办法种个东西，或是采集一些食物这样子。食物烂掉就是僵毁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。前面有一大群，你后面的你们处理掉，我先去打前面。好。你说后面那个屋子，你没看到啊？嗯，我要去开窗吗？哦，啊！有僵尸跳下来了，他跳楼了，竟然跳下来！可恶，臭僵尸！啊啊啊！他跑出来了，好恐怖哦！我前面那群都没死。门口杀两只，好刺激！弄建筑物怎么那么大间啊？好了吗？前面都清完了。我们这房子的也打开门清了。不用打开门了。走了走了，你们等着。
他跑进去，在里面探险。平底锅、塑料砧板，直接上车吗？还没上车、哦。上车，好，出去。看起来偷个羊、嗯，出去。哎呦！我们现在是位在路易威尔市，还有一些观众不知道我们在哪里。路易威尔市，有公车哎、欸，好大台！僵尸好多，啊、都是僵尸，下面的，哇哇哇，小心！哇靠，爷爷！前面一大堆雾，要很小心。囚车吧，它没有编号哎、欸。还以为是公车，这也是囚车吗？这像囚车，不像公车哎、欸。可以上去看看吗？哇，上面还有皮革手套哎、欸，可以带走。果实刀急救箱。哎、欸，这间好像是什么机构、啊？它是紫色的建筑，不知道是哦，教堂哦。看到那个标题，教堂来着。这里面没有东西吗？去呢、哦？好多僵尸。他在打僵尸，我们在到处晃。好多、哦，那边还有一大堆。棒球队。啊！啊！我走，走开！啊！走开！走开！臭僵尸！上车。好。上车，上车。上车。那僵尸都长苍蝇了。你的僵尸都是苍蝇。咦，好恶心哦！开冷气来吹，上车就爽了。要下车了吗？只有我僵尸啊！啊，好多！哎呦，来呀、啊！你好，好像你们，好像你们不用上车哈、哦。为什么我们不用上车？因为走没几步就。就要上车了，那就是在车下走嘛。哦，好刺激！前面看一下，食物是超商吗？负责 market 食物，欸，超商。里面看起来好多食物，好多，好多啊！僵尸，僵尸啊！我就说好多了，小心哦！哇塞！哦，这时候给我肋骨，好害怕！哈哈，好刺激，一大群，把他推倒，臭爷爷，坏坏坏，好坏。电话亭耶，都来了就收一下吗？嗯。啊啊！那个人还在摸墙，怎么那么变态？应该有零食，玉米罐头。哦，好多僵尸，好多。还会刮到哎！哇靠，那个肉伤！
鞭尸打死他们。僵尸，头僵尸。你们这里的粮食全都是被我们要收刮走了，还有花生呢，只有一粒花生。哎，有微波食品，我的最爱。好多罐头、哦，可可粉可以泡饮料了，面值了，一直没有用。拿到拉面的干面条，那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仓库？仓库里面如果有很多食物的话，不要好。里面好像很危险。要进仓库还是不用？要看仓库。我在里面啦，在左边。左边那哦，你进去了，左边这里是有一扇。好多东西呀、啊！哦，哇，这个仓库很大哎，都是食物。好重哦，我来收包包里。本来就要先收包包里了。你可以先点背包，然后再拿东西，它就会直接被放到背包里。好哦，因为它都自己跑到我身上了。沙丁鱼罐头，这里的粮食真的很多，不用担心食物了。有一直有僵尸在敲门的声音，到底在哪里敲？超大声哦！有在刚刚卖场外面的样子。啊啊！这边有一扇门呢，仓库这里。啊！里面有一个男子在厕所里啊，吓我一跳。通往哪里？通往外面。他是这边售货区。柜台啊！哦，原来这里就有路了。好了，出去吧。好，走。边有僵尸。哎，僵尸跑进来了。这边还一直在敲窗，你说的敲窗的应该是他。僵尸。啊。喂。好，你们慢慢往前走，往右下走。右下是哪？哪个右下？你顺着马路往前走。很多耶。不用转弯。我靠！不要摸我，恶心鬼！吓死人！还有人摔倒，还有这种事。走路走一走会跌倒的僵尸。鞋子都没穿好啊！两只，走开走开！你们是把这个地上弄到处尸体，我车子要怎么开？哇塞，我来挪开它，我来捡它。现在还没办法修轮胎。嗯，为什么我捡不起来？点它，点右键搬运尸体，就是搬走了。好，这样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。可以了。你们再慢慢前进。又有僵尸了、啊！我的武器好像爆了。不是，有带一把预备的，装预备的。加塞，换武器啊！那两只比较慢点。羊跟头，羊跟发型。吓死人！后面，啊，后面怎么有个纸人？葡萄人，啊、葡萄穿的跟葡萄颜色一样。那前面有牛仔，到另外一个车道打。牛仔，哇、哦，好多、哦！嗯、啊，
男的他怎么皮肤都变成咖啡色的？他已经变僵尸太久了。哪边破了？哦，左边一大堆出来了，小心！那建筑物里面好多，而且还有一只身上有背包。哦，没有，是圆头包，烂。靠！这是什么建筑物啊？好多！哇，打他！架塞！阿妈啊！差点被咬。他又跳回去了。他怎么跑进去又跑出来啊？跳回去真快！荒唐精僵尸，荒唐精尸！我跳出来了，我又跳进去了，这样子。你们在前进，快到书局了。好。前进，我们快要到目标书局了。哇，一路上好多僵尸。吃点马铃薯。啊，到了吗？在哪？时间。哦。哇，这个标题好有质感。为什么我打不开门？打得开。我走进来了。你们哇。你们那个掩护好我，我来收。好，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僵尸。这数据好大哦，所以他是被柜子遮住的。我看一下后面有没有僵尸，没有。没睡，做钓竿的书。啊！哎呦，吓我一跳。我们好像还没有得到草药学杂志啊。楼上有僵尸吗？好像没有吧。缝纫衫哦，碎啦！可是我缝纫都练满了，老大先来这里。哇，这个楼上也太气派了吧！有僵尸，一只，一只，嗯。啊！他怎么从后面来了？他躲在柜子后面呢，吓死我！好了，好恐怖，干掉他了，差点被咬到。我想把这边的家具搬回家哦，看起来啊，好漂亮哦。对，缝纫衣、精工衣、精工室，没有书交给我来 check。嗯，你们那个，热情僵尸就对了。热情僵尸啊。好。为什么听到有敲门的声音？到底从哪里来？哪有敲门？有，好近哦！啊！油布，这个人怎么没有穿衣服了？钓鱼衫，睡了。好变态哦！这里是书局，怎么这样？我们太多了。在哪里？我走不了。我靠！被咬了！被咬！啊！快跑！太多了！我跑不了了！我靠！太多了！快点，原地复活！好恐怖！魔芋啊！还是他都咬到你的皮革？对啊，我的衣服会不会烂了？那待会要先修一下衣服。我看一下我的衣服。门没烂呢、欸，但是沾了不少僵尸血，好恶心！跑进来了 ！My God！ 红帽最难怎么跑进我们书局里？饿了好多书啊！我锦修说吓死，关于酵母菌，什么酵母菌？有这种书？这干嘛的？做酵母的吗？我想带这个香菇做的酵母，1.5，我快几率7.5，这很重哎、欸。我好贪心，要带这些沙发回家。接下来
三行仓库，这里的三行仓库很大间哦。有找到我们要的书吗？有，好像没有，是不是？就，反正就是有找到几本我们没有的书了。我的围巾破掉了。那你把你破的东西丢到地上，我帮你缝。把你们破的衣服丢地上，我帮你们缝。哦。呀，变形三漂亮。看还没其他的，看一下我什么衣服破了。我没有，就只有围巾首当其冲的爆了。啊，围巾怎么那么厉害？丢到地上。有，看到了，穿回去。我刚刚捡到手套，手套可以缝。手套。他在哪呢？我在。在这里啊，他刚刚一直在我旁边啊，在这里都没有破的啦。手套可以缝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咦，车辆行路怎么会有一本在地上？这是不要的吗？有那个重复的啊，了解。那要继续走了吗？手套，直接上车还是用走的？你的手套。你的手套不剪吗？啊，我刚没剪吗？嗯，你们慢慢往前走。好，小心各位，我们接下来已经越来越临近路易威尔市的中心，前面好像有医院。我觉得这附近僵尸会更多。三行仓库，不是那个新闻台。哇，哦、电视台，单手虎跳出来，好大一截！我们两个，吓死我了。你们慢慢前进。电视台里面很多人，而且他们都在敲窗户。不要靠近，好危险！不要靠近，小心。啊！左下角一大堆，而且那边还有好多个醉汉躺在那。醉汉，会讲什么？啊！走开，走开！啊！阿嬷。阿嬷不要，不要。对，安全了。一点东西。啊，这里转弯。要带吃的。从。那个仓库快到了，好像在。餐厅旁边，对，来了！哇，好多哦！哪？好多！啊！我靠！我靠！退退退退退退！啊！那些人都冲过来了，他们都冲过来了，吓死人！哇、哦，好恐怖哦！右边就是仓库了。仓库门口怎么有一个箱子？过去看，看一下箱子里面有什么？空的，没有东西。等一下，把箱子放在这边，放东西在。搞不好打开会有小狗狗。Surprise！ 我们都没有发现狗。三行仓库居然是一个建筑物。它这个仓库有两层楼。是高级仓库哦。感受。果然是大城市，就是不一样。
哇，这很大哎、欸！这边还有一间。目标是混凝土。啊！跟大锤。吓一跳。楼上看看。加塞，加塞，豆浆师。哦，我一直听到有敲声。可以，拿到汽油罐了。可以金属要带走吗？可以做钉子。钉子带。啊。啊，这间好空。摆一摆摊，地上都是汗。先把这排的一楼跟二楼看一下。我要把汗都先甩掉。哦，二楼好多房间，有人上去了是不是？我在这儿啊。他上去。小心的开门，可能都有僵尸哦。我知道啊。把汗水甩掉。那个箱子里面就算没有用的东西，把它丢地上，僵尸才会重生。地图罗斯伍德。为什么会有闹钟在响？这不是我吧？对啊，我没有闹钟。是我。哇塞，原来是我。我的闹钟。哇塞，仓库有够大、啊。我来看这一间。这一间。这没东西耶。哪来的僵尸？给你死！是这只，打死你！都没东西耶。好空哦，这仓库怎么那么穷？对啊，因为缺货啦。啊哦，有发电机耶，但是我们已经不缺了。哦，这仓库还蛮大的呢。但是没几个有东西、啊。很穷的仓库。羽毛球拍，我还第一次看到这个，好烂啊！不能。我怎么跑来这？对呀、啊，辛苦。我开的门，他打你啊！哎、欸，啊，好烂！碎石袋，吓我一跳。碎石袋有用吗？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哦那里有一间房子，打开又吓一跳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他带你来打开。我看。吓一跳。哪一个啊？哦，这很吓人哎、欸！我都是这种，还以为有十只僵尸在里面。这间是空的。皮夹克。这个很烂，不要。长洋装啊！这种柜子里面居然都是放衣服啊！那个仓库很令人失望哎、欸，没了，都看完了。下楼，好烂的仓库，没办法，缺货魔术就是这样。擦打擦。那么大一个仓库，居然连能用的东西都没有。哎、欸，你们去哪里了？在外面。哦，那个把僵尸拖到里面来打，拖到那个你这里面来打。哦。哦，这里还有。拖到房子里面的，你知道他拿钥匙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要不然你那几个。哎，僵尸进来。他在干什么？他在那边撞墙呢。啊，进来了，他进来了。有吗？有钥匙吗？有了。他们进去第一个就拿了钥匙。不鸟我们。
其他僵尸直接扁了。啊，这个男的怎么一直摸墙呢？好变态哦！那些僵尸都爱摸墙，到底？墙壁有什么好摸的？玩具车。那些仓库还蛮丰富的，看起来有保障吗？他这种仓库都是那种租给那个民用的，对，都是一些居家物品。嗯，所以每一格的风格都会不太一样。嗯，哦，彩蛋 T 恤，彩蛋 T 恤穿起来怎么样吗？这上面会有皱褶的脸，皱褶的脸，可以穿穿看。现在穿吗？你想穿你就穿，我穿穿看吧。我是没什么经济，回家再穿好了。先带着。你现在外面穿了一堆皮衣也看不到。哇，这里没有钥匙，啊，这里没有钥匙。我们先那个破，先来。敲爆他！哪里？拿起武器敲门！敲敲！哎呀！啊，你们去敲第二间，我去看前面有没有僵尸拖过来的。哦，有！哎，八点了。对，还要敲吗？僵尸开始散步了。乌龟敲爆，然后冲出一堆东西来啊！有可能。啊，好烂哦！里面只有一个箱子，到底谁会租一个仓库只放一个箱子在里面？东西还不够多，放到这吧。还是很烂啊，两个空货架，对啊，然后垃圾桶也空的。那有钥匙了，那我就不用打了。反正都敲不好，剩最后一扇而已。哦，好，敲。不让我们敲吧。皮革条。你看，我把这个箱子后面好像也是僵尸跟过来了。那，哦，我去打他。哦，找他。啊，走路怎么那么慢？像爷爷。阿伯。啊！吓死。然后。下一场。欧锦修说甩汗很酷，因为我是狗啊，所以就是可以用这种甩汗法来把汗水甩掉。第二排、第三排，不过这里是都可以直接开了。哦，我帮你们开。都包含全部了。哦，那我看这一间，正式衬衫都没有混凝土啊。这间很烂呢，这只有衣服而已。黑班卓琴电吉他贝斯，电贝斯哦。对啊，贝斯还不错。太重了，不想拿。而且那个是十字扳手，那个是重武器。买回家装饰家里。下一排我们又没有钥匙了，来破门吧。直接破门。好烂这间。好空。喂。拜托拜托，给个好东西！我要大仓库，我要大仓库！哦，这间好多东西哦，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好的东西。烂死了！渔网哦，赞！哦，有渔网哦。啊，这间怎么只有一个木箱来哟？很可恶哎！来，好像在开礼包。十连抽。三张椅子，太难了吧！
有两个箱子，有杂志。十字扳手、千斤顶，还可以啦，就是有一些实用物品。最后一个了，拜托拜托，神抽神抽 ，SSR， 玩 SSR， 烂，怎么都是木纸箱啦、啊？嗯，而且还全空的，烂死了。谁啦？住一个仓库，结果里面就放一些空箱子，那么有钱？哇，一包混凝土都没有。可恶！天要黑了，都不能试手气耶。嗯，接下来去邮局吧，去玩邮局就可以回家。好，这次出来，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食物超商的食物。但现在那个僵尸不会跑，能前进多少算多少。好。全身都是汗水，有可能会感冒。慢慢，尤其是走到底右转，角色的右转，走到十字路口右转。好，先甩水。前面是还有一个仓库啦，看要不要去看看。看你们都来到这边都 OK 啊。嗯，尤其逛完以后，好像就要回家了。现在全身都是汗。OK， 我要跟上去。右转，右转这边，那个停车场里有。左右不分啦、啊，我这边啦、啊，我这个方向。那个地图上有一个紫色的，有没有？那间就是有。黑色，你们是在黑色那间吗？等一下，我先把车子停在十字路口，然后我们走过去。啊，哦好。你等一下还要回来，那个仓库是在下面那边。啊，这个房子好大。等一下到有好多僵尸，我看到了。等一下到前面那是车子的那个吗？就找个地方睡。哎，你一只一只来好不好？太多我会怕。嗯、哇，这僵尸像爷爷一样，速度好慢。这里是修车厂。修车厂，要不要探一下？好像挺大间的，大型修车厂。臭爷爷，臭爷爷，没有一只，一只来，我看到门口了，我会害怕。因为修车厂的门是开着的，神奇，那会不会有僵尸啊？我看不见，油桶这里太暗了。啊、有汽油桶，就原谅他。话被丢，永安。要离开吗？没东西哦。去游戏吧。嗯。邮局，去邮局。耶、yeah, ！我杀完一坨了。邮局是那个紫色那间吗？等等，这台车好完整哦。怎么样了？它只是没有油而已，它可以开。所以它连消音器都有。有嘞，我在邮局门口了。哦，它的自动坏了两个，但是它有电池。太好了。然后没有油，那个油引擎什么的都绿的。邮局要看啥？我们就得开两台车。书啊，然后跟一些有的没的。喵，你已经到了。啊，有听到啊？啊，僵尸。我说你已经到了。一对啊，我打完一拖进来了。我靠，僵尸！你不是新手吗？怎么那么猛啊？我杀掉了一些。因为我后来发现一件事，我不用一直点滑鼠嘛，明明就按着就可以了。哦，这里有发电机操作指南。外门进去了，进去了哈，进来了。邮局。嗯。哇、哦，这个邮局挺大间的。可是按摩摸实在看不到哪里是门。小哥可以睡觉的地方。我们要先睡到早上啊。对啊，按摩摸有椅子，哎、欸，有僵尸跑出来是不是？
搬一把椅子进来。哇，这里面挺多的。他们像乌龟一样。乌龟僵尸。乌龟僵。哇，吓死人。啊、不用搬椅子，这里有椅子。那就睡这间吗？门要关吗？门关起来，你在这里睡吧。好。边睡。要在里面睡吗？嗯，来这里。那边有奇怪的转角，哎，会不会有点危险呢、啊？就看过就没有僵尸了。啊，先睡吧。睡到五点半比较亮。好啦，睡觉。OK。早上呢？哦，不然按摩要啥看？亮多了。这里都是好多书哦。海极第一集。这间游戏有够大，不愧是路易斯威尔。很多书了。急救五哎。陷阱第五集我们有吗？书交给我 check 了。啊，那我就看别的。因为走过去刚好看到。这里怎么都是书啊？明明摆了很多东西，骗人的。有几都是书比较多。对啊，结果全部都是书。又补五。我们现在应该比较缺的是药草学杂志吧？嗯，不要逛了，不好玩。谁叫你在这边偷懒，打死你，打爆你的脑袋！好了，死了，换位置。嗯，本座就一只僵尸没了，好穷。好穷的办公室啊！就这样、啊，真的很穷。清洁液，储藏室也是空的，这邮局什么都没有。照开耶，嗯，来看柜子。哎、欸，到目前还没有得到没有得过的书。嗯，变质的南瓜派丢到地上。如果是货物量正常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游戏也是一间就应该可以直接毕业。对，但是我没有安装物资罕见模组。啊，没收获。我们去下面的仓库吧。有杂志、线控耳机、T 恤。房间吗？有正方形跟长方形的杂志，他没有写什么杂志哎、欸。那就是一般的杂志，这个丢掉吧。没写什么杂志。对啊，他就写文学娱乐，然后写杂志，就这样啊。那个是让你解闷的。哦，那我把它丢在地上了。好，走吧，出去吧。哦，好。那已经走出来了。看来等一下我们回去的时候，一人开一台车。好啊。等一下，先过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。到我们的车停车的地方。哦，嗯，我可能会把车撞坏，我会尽量。下面这间是什么工厂？先看一下。我们要是看，应该是左边那一间了。嗯，这间我不知道是什么工厂。好大啊！对。哦，天哪，这个工厂一看就是不想进去。什么都没有哎、欸，完蛋。是，好空哦。什么工厂？我已经没东西了。旁边还有一间这个小的，有电池，引擎状态是红的，那表示没有引擎。这里很空哎、欸，已经搬走了吧？他们都已经倒闭了，倒闭。这一间，你看有解药僵尸？哦，不是，那好像不是。哦，这里很多东西。哦，走开啦，绿衣男子，嗯，都已经被绿还想要咬我。绿衣男子，头发好少。哇，这间可以呢，好多东西。天前僵尸。这些箱子，没有物资。
漂亮。你要小心二楼就好了。我看一下二楼有没有僵尸来清一下。是修车厂吗？啊！啊！头发好小，走开！臭僵尸，没有头发还敢这样子要咬我？啊！臭僵尸，臭僵尸。那是，好恐怖哦！还有一个楼上，楼上还有吗？哎、欸，喵喵，你怎么跑到那个地方去了、啊？我发现这边有一间屋子啊。OK， 我二楼僵尸清掉，可以安心的，安心收集东西。都没东西好。园艺具，园艺具要带吗？带一下啊。嗯，园艺具啊。什么具？园艺具。艺具是什么？园艺句子。我园艺具带啊。我怎么没看到你們？为什么有僵尸跑出来、啊？看到了。终于有一把混凝土了。刚才不是清了吗？这些僵尸哪来的、啊？那没有插火把，真僵尸。太快了。臭僵尸，阿妈的，加塞，加塞！原来是我们铁门没关，僵尸爬进来了。可以，那继续看一下这边。金属片，哦，找到钉子了。天哪！有僵尸敲破我们的窗户了。啊，在那里哦，那里破了，可是没有看到僵尸跑进来。啊，跑进来了，跑进来了。有看到我吗？没有，先处理掉好了。那有一只僵尸在这边，我真是没办法安心。走开啦！好强哦！哇，好恐怖！上什么？啊，继续探。什么？圆头锤。哦，又有钉子了，我找到蛮多钉子的，还不错。吃点马铃薯。啊！找到袋装混凝土一包。那就要两包了。哎呀！再一包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石碑了。终于啊，袋装混凝土真难找。这个看完了，这消防斧也是要带走吗？带好了啊？也是？什么什么？也是要拿吗？也是要，也是可以做渔网。又我拿了。好重，已经整个背包都是大满贯。有抽个，抽个羊羊，调试一下心情。真的，为什么我的人物一直疯狂的流汗？热啊！真都是狗毛，
要把汗水给甩掉，不然会感冒。我最近都看完了，你们应该也看，有空啊。这仓库很失望，令人失望的仓库。我们还没拿到大锤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咦，底下好像有一间呢，那间绿色的商店底下有一间小间的仓库，然后我们上面还有各两间。伐木斧、厕所、那边没了。这种大型的仓库啊，我觉得还是马尔德劳的仓库最令人满意。嗯，马镇的仓库真的很棒。接下来要去哪兒？就回去了吗？还有三个仓库没看，这附近上面好像有两个小镇，还是那两间去过？对。因为左边也有 T 字型的仓库哎，那个我记得 没什么好的，我先偷跑过去看看。啊，这里货柜，希望没有锁住。啊，这货柜可以开耶、啊！好想搬回去当库存。你们不要来，我直接跑去偷看那个。啊，偷看那个仓库，值不值得去收？哦，这里僵尸好多。哦，我靠，对面那里也好多僵尸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商场，好多大堆。那我就到附近随便逛逛。那个是火车站。不用了，好烂！火车站，对吧？僵尸都看到我了吗？嘿嘿，啊！啊！我靠，这跑好快哦！哦，突然跑起来了！怎么突然跑起来？这家伙！发现这里有一间那个……一间什么？像餐厅一样的地方，它的后面有四个瓦斯炉、瓦斯桶。那么爽！也有货柜耶！赚到了！可是它这个墙翻不过去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把这几个瓦斯桶拿一拿。啊，那我但没水了，热到都把水喝光光。去厕所装一下水。哎呦，我不小心又开到门。好多，爽到不行。好重，马铃薯。还是我的混凝土在重，泥土真的很重，超重。
前有僵尸吗？没有吧？左边才有。好，准备回去了。好，我刚原本想要看前面那栋绿色招牌的，有点好奇。哦，是家具店呢 ，IKEA， 这是展示家具。Better。里面有僵尸，他会跑步。那是家具店。好大的家具店。但是这绝对都是空的，因为这是展示用的。展示用家具。厨房哎、欸，这是展示的厨房吧？把窗户敲破才可以看。不用啊，这里进来啦。干、欸、嘛敲破？可以进来。那边有路口。旁边有门。旁边有门啊。这里啊。哎呦，竟然真的有门。要回家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嗯，准备回家了。好好好，那个，那我们离开吧。我们现在会合那个，看看你等一下。嗯。你开那台货车。我先去黄色那台吗？对，我们刚刚找到那台。好, 好。那我先那个货柜。啊，人物怎么那么热？你要在翻箱倒柜，你打偷打我，讨厌！货车在哪里了？黄色这台吗？啊，这台对黄色那台，这台颜色好丑。他现在是有油吗？没有，我要去帮你加油。好、哦、好。我要去拖货柜回去，所以等一下你就跟在我后面。了解。一大堆东西都放后车厢，可以超载物品。刚那个浣熊餐厅居然没有浣熊的扛棒，可恶！有油了，我要马上发动它吗？还是先等？对，那你有钥匙吗？上面有插钥匙，还是好像有钥匙？有吧？那上面有插。嗯，那你在手套上找钥匙。你先在这里等我，把车头朝，把它朝右上。啊，那个喵回来了，我们准备离开了。哪里的右上啊？车头朝右上方，屏幕的右上方。好。我这台车很慢。你点的新手驾驶。对。Oh my god！ 那僵尸听到我的引擎声，都想要过来了。在我这里，走开了，阿妈，加塞，还有僵尸。吓死人，好恐怖！我说左上是直接往那个右上到底是我们来的方向哪里啊？左右不分。
我的车头是要往那个汽车工厂的那个建筑物，还是往我们来的方向？哦，就是我知道大仓库那个方向。我知道了，看一下我的状况。诶，状况还不错，卡路里是有点过低的现象，一点痛。喵，你要不要回来了？快回来哦！来了，来了。上车，上车。哦。哪里堵？哎，我坐错位置了，换车位置。你在车上，你按力可以直接换座位。嗯，好。哎。好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哎，这边有我人坐了，换我位。天哪，我会感冒。上车，上个车怎么那么难？你靠近车以后按日影，就可以直接指定座位了。哦。老实说，我这边有人在开车，拖得动货柜耶。Oh my god！ 这边有人在开车。这保感不烂吗？那我们要过去哦。嗯。可不可以坐在后面的货柜让你拖着跑啊？好像不行哦。那等一下你跟我后面。好，哦，好大一个。刚左边有人在开枪，应该僵尸会往我们这个方向走。等一下僵尸太多，我们就下去就对。天哪 ！Oh my god！一大堆，被你那个货柜箱给压了。该下来先了。你就马上下来了吗？嗯。我要熄火吗？不用。这么大胆。啊！集中在那个右边车道清哦。我开头发好少，还敢要咬我？哼！原型兔大哥。吓死我！竟然在这个时候遇到，咬我还拔豆。喂，我讲一讲。我武器爆了，我拿换来一下新的。嗯，拔豆他。啊，好多僵尸。哎，我这边没了。以安全。我住了。货柜明明那么大，为什么不能有人进去？你那台车你开进去就可以了。我想要进去坐在后面看，不会被拖着跑。真的吗？我上啦，我坐在上面四平八稳等你了。OK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哇！不要去压尸体啊，他的。好。开车！哇，好多啊！要下车吗？还是直接开走？停一下。
后面有个光头大佬在追我，变僵尸头发都会变少，很可怕的。哇靠哇靠！我来不及转身跑，听起来都是咬到皮革，还 OK。对啊，皮革好厉害。那么衣服不要破光光了？等一下回去再检查看你要修啥啦。太刺激了！这人穿的东西像茶杯。哦，消防斧哎！那个大姐背上有消防斧，哇，大姐，大姐身上好像……哇靠，这个僵尸的嘴巴怎么那么像腊肠？他怎么还戴眼罩？那像那个什么东西？阿嬷？某部电影的？车上车，上车来了来了。原来他会自己告诉我哪个位置有人哦。开车，开车。哇哦，还要绕开那些僵尸。这样子，这个货柜碾过尸体，货柜会不会损坏？哦，后面那啊，后面那个建筑里面冲一大堆僵尸出来了，小心！这货柜的好处是啥，你知道吗？它容量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什么都容纳怎么样？它的容量是1560。哦，可以放很多很多很多东西。可是它很不科学。这个好像没几只保持不清。货柜碾它。点了。过。啊，前面有一点，应该是过得去。那就过了。货柜碾你！哇！这个连渣都不剩了呗。走开，走开，臭跑尸，不要过来，我的车。哇、哦！你跑的僵尸真是棘手啊！跑起来，跑起来！我的天哪！里面，哇，好多！要下车吗？不用，我用货柜撵他们。有没看到？有没看到？看到了，货柜绝技。它没有轮胎，所以不会坏掉。漂亮。我这边要左转了，阿蛋。好。你来碰瓷哦！惨了惨了惨了！那你还好吧？去救他呢？我这边好像有点危险。哦，我好像会过，我会过，我过了，我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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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了。啊！你赶快超车跑！没有上车，没有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！快上车，快上车！快，我这边快要支持不住了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！这些僵尸在敲我桌门，桌门是什么？车门，紧张的讲错话，天哪！好好的车子都被刮伤，他现在这样子在从我的车子上面这样给他刮，哇，好多！不要！走开，走开！臭僵尸！哦，差点撞到那个。这个画面好好笑。说了不科学嘛，我不相信这种车拉得动货柜。超不科学的。一层车威呢。而且都不会爆杆啊。我不相信这个保杆这么强。
哦，快到家了，开蛋，快到了，摁下去，再一下下，一下子就可以充满安全的位置。哇，我怎么看到我的前世？我们要到家了，各位，前面地图前面那栋，看见没？啊，停这里，我有空再来。啊，那你直接停，就找个地方停车就好。那有空我再来抢。好，开车吧。好，祝你安全到家。哦，天哪！走开啦！臭僵尸！啊，他喵喵喵打死了，流一滴血干嘛呢？怎么额头那么硬？打死我！忘记熄火，可以放东西了。沙发，你看，我先摆在右边的墙角。你们想要看怎么摆？你们在这里摆。好啊。OK， 我刚刚把拿的东西全都拿出来，好重，好重，好重，像石头一样哎！天哪，我们真的带很多台车回来，陆陆续续，这边可能之后会变成一个修车厂什么之类的，车厂，末世停车场。好重，好重。东西大堆，然后直接用那个整理大法把东西都给整理，要拿到我身上，再按这个箭头，自动收纳。先看有没有其他东西没。垃圾桶要放哪里啊？先随便丢，我再有空再抢。啊，先随便丢，不要挡路就好。我就直接先放在这里啊。可以就摆这吧。然后我刚刚还把那个素食店的招牌带回来了，好棒哦！大菜单，还是回来干嘛？装饰没了，装置艺术的概念。嗯，闹钟在响。丢丢丢！你是哪一台闹钟？不知道放哪里，一样放在室内那个地毯上吗？好，我直接丢在门口的地上了。那你就丢，我来整理。植物我都丢到柜子里面去了，但是其他我不知道放哪，就直接丢地上了。然后捡到一堆粉，可可粉、咖啡粉那些蛙哥，可以泡咖啡做特调了耶。啊，我们那次出去虽然说没有拿到很多厉害的东西，但是至少也是有一些小小的收获，嗯，算蛮不错的。悠悠说怎么？没有两个都没有兴趣，他但准备跳什么舞？我们要跳舞啊！你自己要跳，我不会跳舞哎。但他但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有学过韩国舞蹈，但是也只有学过一阵子而已。我的装备坏掉的。
直接丢地上。应该装备应该烂光了。嗯，烂爆了，好不好？被咬那么多下。嗯。来看一下我的圆领三 TIS， 刚刚听我雷卡说这个是创作者的那个彩蛋衬衫，上面会有作者的头。我想说，那这样看好了，看起来怎么样？我先把我的那个外套，一条围巾呢，对吧？这个是围巾吧？对，围巾。等一下，我一个来。嗯。好的，我就把它丢在这边给你。啊哈！破你的皮破的这个样子。我就跟你说烂爆了没？我真的是作者的头哎，这太写实了吧？什么？作者的那个照片直接在衣服上。然后原来作者长这样子，我原本还以为他是一只浣熊，浣熊会画的可爱一点，结果他照实放上去，直接拍一张照片。哎、欸，最起码应该看起来还长得不错，嗯，挺斯文的。对啊，戴了副黑框眼镜。他不是作者的照片，我们居然收集到他的衬衫了。TIS 圆领衫，穿衣服，好当彩蛋衬衫。也欠我，应该不会穿出去，放在家里的衣柜里面就好。等一下去河边洗衣服，可以衣服全都是血。都是僵尸恶心的血，谁准他们摸我的恶心？好，来去洗衣服，顺便洗澡。穿这样子最好看，我就这样子穿。其他衣服太热，就先暂时不穿。可是他说没有肥皂水不能洗耶。比较慢而已，那边地上有肥皂啊，在右边那里钓鱼的地方。哦，地上有肥皂间，磕起来就可以洗。地上哪里啊？我没看见。就是最右边沃雷卡常在钓鱼的那个地方啊，那地上。就在地上这里。我就前面一点给你看，就在这里好了。一大堆肥皂。奇怪，它有肥皂，为什么没有沐浴乳？对没，比较方便，一挤就可以用了，还要在那边一颗肥皂，搓搓揉揉，清洗。其实有肥皂洗也是洗蛮久的。不对啊，他都不给我洗啊，为什么？你不能点太远，你要点你脚边的水。哦。因为他寻路，他没办法走到那边，他就不给你洗了。哦，好吧，开始洗衣服。我不喜欢衣服脏脏的。你跟我们玩一天就比你妹强了。妹妹只从头到尾会躲在屋子里面尖叫而已。然后只有翻箱子的时候他很开心，然后翻完之后看到僵尸就开始尖叫。哦，这边怎么盖了一个东西啊？这是要通往哪里吗？新的钓鱼点啊。哦，好像钓鱼点不够用，不是吗？对啊。前面钓完以后，你要找到那边它钓鱼点，就又是新的钓鱼点。了解。我刚还有翻到一把钓竿，我就自己拿着。
他洗衣服站那么高，我真怀疑他有沾到水吗？我的观众清一色都是只想要玩江湖，哈利波特只有17%，没兴趣，我只想玩江湖是83%，那我就不买洛克华兹的，反正他也只能单人，如果能多人，我还会考虑买。滚吗？要睡吗？好、啊。睡觉吗？好、啊、睡。好好。睡到早上吗？直接睡帐篷好了。睡。不要睡一半，你要忧郁症发作。没有，我已经看杂志了，然后又睡不着。早上6点的，洗干净了，感觉就是舒爽。好多肥皂，出去再摸几只僵尸就脏了。没关系，短暂的干净我也开心。我只知道这荡秋千不能荡。很多东西都弄不了，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更新。我们三个人仓库去了。邮局也去了，地方都去了。现在可能要等物资重生再去重收一次了。嗯，还有想要收什么吗？都那个几个会出混凝土的仓库，我们都收了，就只有收2包，还不够。物资重生的时间是几？3个月。啊，大家好。3个月，而且他只会重生一个，所以还是 要久一点才会比较多。但是我们这城市还有哪里有仓库可以看一下？我都看的差不多了。嗯、本土不晓得工地会不会有这个。或许有工地类的地方。要慢慢来，不急。城市很大，应该到这些地方可以逛。我有个小愿望，就是想要去医院探索一次。对，大堆病人僵尸啊！对，因为很多僵尸在里面。把 CDDA 那个存档改成跑尸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刺激了。对，根本就不需要去医院。我不敢。衣服洗一洗，肥皂就不见了。然后那么大、哦，我们家有洗衣机，为什么不用洗衣机洗就好了？没有，接水，很多水。哦，
很多水跟电。我有空我再去接，不过现在重点是我们集鱼桶还不够。鱼桶够的话，你要怎么浪费都无所谓，对不对？哦。而且说真的，你用洗衣机洗也是要洗蛮久的。好吧，没有比较节省。还有，这是大毛巾，哦，不是，这是窗帘。我想到这世界还有大毛巾这种东西。有啊，有大毛巾。没有，那个是窗帘，是长得很像而已。哦。哦，本兽哎，嗯。我们的储水有六桶，看一下。拆路灯的话，要什么？电工艺，电工艺才能拆啊！看一下电工书。找到了。马斯桶怎么那么迷你啊？嗨，翔宇说有人知道木炭要怎么获得吗？嗯，你先去找一个叫做金属桶的桶子，在里面放原木，然后就是点火烧，就可以把原木烧成木炭了。金属桶里面的原木烧起来，烧完就变木炭，你就可以得到木炭啦。要麻烦点，还要找到金属桶。OK， 我看完电工第一集。你为什么放不进去？练练电工。手表可以拆吗？嗯？手表可以拆吗？可以啊。好，拆了。拆。经验值好多，读书就是不一样，电工两倍啊！我拆完了，哎，那我先把刚才拆的那个日记写起来。不客气，祝福你找到金属桶顺利。金属桶就是上面那个，我们上面那个有装水的，里面那两个，那两种就是金属桶，银色的那个那两个，对。看起来像铁桶，那个就是金属桶。通常在路上看到它，都是里面会有一些木头头，或是啊，反正都是会有一些木头在里面。那个就是金属桶。那因为我们把它当成集鱼桶，所以就在这里。
就是有里面变成有水，还是这样。我们隔壁的别墅都逛过了吗？嗯，全部哦，一整排。那个民宅呢？对面的民宅。先跟喵喵去逛好几间了。啊、嗯。对，窗户都打开了。啊，那边都烧起来了。啊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要睡了。是现实世界的睡吗？嗯，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下次嘞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直播，最近就是在忙着做影片。那就先这样子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。明天就是礼拜一，今天就是礼拜一，已经过12点了。大家晚安，おやすみ，再见，またね。